发光了。我们把他唤醒了。哦，然后呢？把他拿好了，无论如何都不要松手。我肯定好好保管它。走吧。你怎么了，李轩？李轩，趁你现在还是我娘子，我是不是得赶紧的抱抱你啊？你说这万一出去不认账了怎么办啊？讨厌，你又占我便宜。李轩，我怎么进不去了？你出来啊！你傻站着干什么？